苏书记第二十章，一节对安尼，以色列对但到别示巴，以及点伫基列地的众人，拢出来亲像一人，聚集伫米斯巴耶和华的面前。以色列百姓的首领，就是各支派的军长，拢徛伫神百姓的会中。亚多的步兵共有40,000。三节。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，便雅悯人拢听去。以色列人讲，请你将这个歹事的情由对阮讲明。四节，迄个利未人就是受害的妇人人的丈夫，回答讲：我甲我的细姨到便雅悯的基比亚休眠，基比亚人没事起来，包围我休眠的厝，想要杀我。佮将我的细姨强奸致到死。六节，我就将我的细姨的心思挂做地，予人摕传送以色列得到作业的全地，因为基比亚人伫以色列中行淫乱佮奸笑的事，恁以色列人拢得计划参详。八节，众百姓拢起来，亲像一人，讲：阮连一人拢毋倒去家己的布病。唔倒去家己的厝，阮对基比亚人要安尼行，照所抽的签去攻击因。十节，阮要伫以色列各支派中，100人出10人，1,000人出100人，10,000人出1,000人，为百姓运粮。但众人到便雅悯的基比亚，就照基比亚人伫以色列中所行见效的事来行伫因。对安尼。以色列众人大家联合，亲像一人，组织攻击迄个城。十二节，以色列众支派找人去，问便雅悯支派的大家讲：恁中间怎样做安尼的歹事呢？十三节，现在恁得将基比亚的遐匪类交出来，阮通治死因，对以色列中除去遮歹。便雅悯人却毋听从因兄弟以色列人的话，便雅悯人对因的各城里出来，聚集到基比亚，要甲以色列人交战。十五节，迄时便雅悯人对逐个城点出亚多的，共有26,000；另外也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锐的兵，伫将军的中间有精选700精锐的兵。拢是惯练用刀手的，拢会用色黑照打人，准准分毫无差。十七节，便雅悯人以外，点出以色列人亚多的，共有40,000，拢是战士。以色列人就起来，到伯特利去求问神，讲：阮中间是虾米人，都大声上去甲便雅悯人交战呢？亚华讲：犹大都大声上去。十九节，以色列人透早起来，对着基比亚安营。以色列人出来，要甲便雅悯人交战，就伫基比亚前摆阵。便雅悯人就对基比亚出来，迄日杀死以色列人22,000。二节，以色列人彼此奋勇，依然伫头一日摆阵的所在，搁摆阵，未摆阵以前。以色列人上去伫耶和华面前祈祷，直到下昏，求问耶和华讲：阮得过去甲阮的兄弟便雅悯人交战，也毋免。耶和华讲：通上去攻击因。二四节，第二日，以色列人就进前攻击便雅悯人。便雅悯人也伫即日对基比亚出来，甲以色列人攻击，佮杀死因18,000。拢是亚多的。二六节，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，坐伫耶和华面前祈祷。迄日禁食直到日暗，搁伫耶和华面前献烧祭甲平安祭。迄时神的约柜伫遐，阿伦的孙伊利亚撒的囝腓尼合徛伫约柜前。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讲：阮得搁出去甲阮的兄弟便雅悯人交战呢？还是算呢？亚华讲：恁得上去，因为明仔载我要将因交伫恁的手中。二九节，
以色列人伫基比亚的四围埋伏兵。第三日，以色列人佫上去攻击便雅悯人，伫基比亚前败阵，佮前两败一样。便雅悯人也出来抵敌，就受引诱离开城，伫田里两条大路，一条通伯特利，一条通基比亚，亲像前两败。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。32节，便雅悯人讲，因犹原杀死伫咱的面前，但以色列人讲，咱着逃走，引诱因离开城到大路。以色列众人拢起来，伫巴勒塔玛拜阵。以色列埋伏的兵对马利加巴埋伏的所在冲出来。34节。有以色列人中的一万精练的兵来到基比亚前攻击，说明真是凶猛，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厄到哪。35节，耶和华予以色列人杀赢便雅悯人，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100，都是拿刀的。36节，便雅悯人才知道自己败了，正是以色列人因为我靠伫基比亚前所设埋伏的兵，就伫便雅悯人的面前炸败。埋伏的兵赶紧冲入基比亚，用刀杀死全城的人。38节，以色列人预先甲埋伏的兵约定，伫城内放火，予火粉冲起来做记号。以色列人临退阵的时，便雅悯人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，就讲因犹原亲像前摆受咱杀败。40节，当火焰亲像烟条对城中呛上去的时，便雅悯人歪头观看，看去通城的火焰冲拄天，以色列人搁歪转身倒来，便雅悯人就真惊吓，因为看去灾厄临到家己啦。42节，因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歪身往旷野逃走，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，那些对大家声出来也都围攻杀死因。43节，以色列人围困便雅悯人，追赶因，在因休息的所在，对着日出的所在的基比亚吞打因。便雅悯人死的有18000，都是勇士。45节，其余的人越身往旷野逃走，到临门的搬救。以色列人在大路里杀死因5000人，亲像捡不拾一样，追到基顿，搁杀死因2000人。迄日便雅悯人死的共有25000人，拢是拿刀的勇士。47节，只剩了600人越身往旷野逃走，到临门的搬救，就伫遐点4月日。以色列人搁越冬到便雅悯地，将大个城的人、甲精神以及一切所拄到的，拢用刀杀尽，搁放火烧一切的城。